比特币怎么获得？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，可以用它来购买一些虚拟物品，也可以用比特币来购买现实物品。那么，比特币怎么获得呢？想要获得比特币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挖矿，也就是用电脑来开采比特币，即将自己的算力链接到比特币网络中，依照算法进行大量的运算去破解一个算法函数，最先算出来的那个人就获得了记账权，而新生成的比特币就会奖励给抢到记账权的那个人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通过交易来获得比特币，就是直接到二级市场去交易购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比特币交易价格浮动较大，购买时需考虑清楚，大额投资需谨慎。